万物和谐，天下太平。认识和谐的真谛，共创天下的太平。和谐拯救危机。天时地利人和的儒家政治，在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很多人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还有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使人类社会恢复到和谐，使世界恢复到和谐？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在30多年前，在这本书里《展望21世纪》，汤恩比博士呢就回答过：只有中国的孔孟之道才是救世之道。如果您的家中有中国传统的经典45经的话，那么翻开它，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著作，但是答案就在那里。尊敬的老法师，我们继续向您请教：要想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和谐的社会，那么这个世间的人呢，他会去寻求一种很好的政治体制来作为保障。我记得您啊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判断，您不喜欢民主体制。我在最早，我作为一个观众，我看到这儿的时候，现在还有人会不喜欢民主体制？大部分人会这么说啊。可能有的人会说，老人家也会有糊涂的地方吗？后来呢，我本人发现呢，您讲的是一个真理。那我们现在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提起啊。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是在西方不好，还是在中国不好？中国人的智慧是居世界之首，啊，毛病就是不团结，这就肯定。中国老祖宗既然是有这么高的智慧，老祖宗他们是团结，不团结是现代的中国。中国古时候呢？伦理就是天然的团结，所以团结这个名词是从外国传到中国来的，中国本身没有。伦理就是天然的团结，这是天然团结。你说这个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这是自然的团结，哪里还要什么团结？不团结才叫团结呀、啊！所以中国是天然的团结，它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了。现在人真是对不起祖宗啊！把祖宗的教诲全部都丢掉了，忘掉了，迷信外国啊，这是我们吃亏了。无论是走在超市里，还是到学校去上学，或者去医院看病，或者待在家里，你觉得自己需要带上一把枪吗？在西方民主制度最发达的美国，这些地方你随时都会看到带着枪的普通公民，因为持枪是他们的权利。民主自由的美国崇尚人权和法治，只要没有触犯法律，做什么他人都无权干涉。这张父亲、儿子和枪的新闻照片令人震撼，杀人武器成了玩具。但是只要不犯法，自由社会的人们拿枪拍张照片又算什么呢？当然还有比持枪更自由的，这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 Jackie Show。 为了吸引观众，栏目鼓励各种嘉宾在演播室里大打出手。现场观众大声叫好。这个栏目甚至允许嘉宾在台上裸体展示，光着身体接受采访。这种伤风败俗、不堪入目的名牌节目，在美国政府是不能干涉的，因为它没有犯法。这正是民主和自由给予的权利。As Americans, we're free to travel wherever we want in our broad land.这是美国孟菲斯州的家庭主妇们聚在一起。你一定想不到的是，他们正在家里互相比较着最近购买的枪支和子弹，讨论自卫的时候要不要把对方打死，因为他们确实需要安全。I have only 5 words for you. From my cold, dead hands.
美国这个最民主自由的国家，有世界上持枪最多的公民。而有舆论认为，这事实上却正说明了那里的老百姓也最缺乏安全感。否则谁喜欢走到哪里腰里都带把枪呢？ Something is wrong in this country when a child can grab a gun so easily and shoot a bullet into the middle of a child's face as my son experienced. Something is wrong, but the time has come to come to understand that a Tech 9 semi-automatic 30 bullet weapon like that that killed my son is not used to kill deer. It has no useful purpose. It is time to address this problem.不管是君主是民主，总而言之，这个政治里头最重要的是仁义呀。仁就是仁爱呀。中国人是两个人的，想到自己却想到别人，推己及人，君要仁。哎，你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德行，这是自然的。不要向外去求啊，自己就有。对，你自己本来有，这个东西哪里是学来的？是你自己本身本来有的。哎，你为什么会丢掉呢？你被外面这个利欲蒙蔽了。那个利欲是假的，你自信里都没有的。啊，随着贪嗔痴慢，自信里没有。啊，这个戒定智慧是你自信里没有的。啊，本有的当然可以恢复，没有的当然可以断掉。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所以君仁，臣就忠啊。那个忠是什么？忠就是孝啊，在家孝顺父母啊，在这个国家的时候孝顺领导人啊，是忠孝是一个意思，孝是根本啊。所以孝，换在这个对这个君臣啊，对这个君王称之为忠。对朋友就是信啊，在家庭里面对这个妻子就是义啊，对兄弟就是友爱，都是一个孝字演变，孝是根呐 啊其他那些德行呢，就像这个树木一样，它枝叶啊，那个和睦的气氛啊，这个是互相这个尊敬，互相敬爱啊，互助合作，那是花果。我们看史书会发现，比如说清朝，他的很多帝王呢都是效法先王，这个先王有的时候都不是他本民族，而是呢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他会学习汉高祖啊，他会学习唐代的这个帝王。那么现在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也要效法一脉相承几千年前的优秀帝王的领导人呢？如果能这样做的话，这个就是继承中国祖宗的传统。如果我们抛弃了，另外就是这就跟祖宗的关系断绝了啊，那就是一棵老树一样，你就断绝了，你重新再去生根啊，再去那就很困难。这个树已经五千年了，你不要它，你现在在旁边再种一棵树啊，你想胜过它不是容易事情啊。那个智慧呢，它是有真实智慧，它没有智慧它不能延续下去啊，延续下来的时候它又有五千年的经验，这太可贵了啊。真是中国的这个智慧经验一脉相承，史书上没有中断的记载，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西方的民主制度啊，决定了他的领导人必须呢要对这些国民负责，因为是他投票选上来的啊，你不替他们讲话，他这个总统就当不了了。所以他的国家机器，他的国家的能源，他的整个的这个一切，包括法律，可能都是要为这个本国的国民来服务的。
那么现在有人就做了这么一个判断，西方民主体制下的元首，他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是这个国民欲望的限制者或者是制裁者，他只能去顺从这些老百姓的欲望，不可能去限制他，因为这跟我们传统儒家所讲的人的欲望是需要克制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民主体制跟现在您刚才所讲的这个传统的统治方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对，专制帝王时代他有使命感，他有责任感，清朝这个宫廷里的事务每天进入的，皇帝早晨3点钟就要上朝啊，就要处理公务啊，那个永正是中国历代帝王首屈一指，勤政，常常一夜都不能睡觉的，那不能不令人尊敬啊。他要是做不好，你看看一个政策，如果对老百姓不利的，这个人家这个替他这个建议给他，他就会批下来。我要照这样做，将来后人会骂我，历史上会骂名啊。这是真的是有良心、有爱心的啊。那么选择继承人也是小心谨慎。对于继承人的培养，那是尽一切的心力，选择国家最优秀的老师，有德行、有学问、有能力的教这个继承人。所以军衔沉重啊，老百姓有福啊。那个民主选出来的，他竞选的没有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没有这样好的教养啊，他把这个地位的时候当作生意买卖来做，竞选不惜大量的投资，得到之后百倍的这个回报，哪个生意比这个生意好啊？真正人才你叫他做官他都躲避啊，为什么呢？那是为人民服务，我要服务不做这个不对的时候，我有罪过，以德为第一啊。对对，是他不肯干，他怎么能对得起祖宗，怎么能对得起父母，怎么能对得起人民，这才是真正的领导人。所以在从前那个官吏是国家任命的时候，官吏到一个地方要求贤，来打听地方上真正这个有贤能有德行的人，请他出来辅佐吧，做他的干部啊，一家一家去请啊。现在很多人呢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啊都在物欲横流。那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美国总统还有他的政府啊，至今都不签署保护全人类的生态环境的京都议定书。这个京都议定书它代表了整个全人类子孙万代的这个环境安全的问题啊。但是由于美国的这个民意压力太大，它的钢铁、化工还有就是汽车这些工业主都不同意，另外就是全美国的这个民众啊不愿意，因为签署了这个协议啊，他的这个生活水平质量会下降，因为他是民选总统，老百姓的这个意向啊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呢没有人敢违背这个民意，尽管这个议定书是代表全人类的这个福祉的，美国不会签。再有比如说美国和英国打伊拉克，联合国反对也不可以啊，一定要发生战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民意在后面支持。还有呢就是再远一点，比如说1840年英国的商人向中国贩毒鸦片，中国反抗，那么英国的议会就投票同意英国发动战争攻打中国，为了维护就是英国商人。对，没错，就这些历史还有现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制度下就是自己国家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自己国家老百姓那个欲望不管它是不是合乎天道，是不是合乎人道和历史传统，没有人敢违背这个民意。如果按照这个全部民主化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会不会必然导致全人类要打起来，这些国家非常有可能。